大家好，今天要做梅干菜卤苦瓜，是一道家常菜。苦瓜中含多种氨基酸、半乳糖、全酸、果胶等成分，经常食用能提高人体免疫力，有效预防癌症。不要怕苦味，经常食用就习惯了，而且苦后会回甘，真是不错的食材。食材介绍：苦瓜、梅干菜、红萝卜、姜、泡过水的干香菇、豆轮，需事先用水泡软，但建议使用热水浸泡，比较快。辣椒一条。以上是今天所要用的食材。清洗梅干菜，将梅干菜的盐分和沙子洗干净，大概反复洗个四五次左右即可。洗好后，先将梅干菜泡一下，大概泡个十分钟左右。然后将苦瓜切大块，辣椒去籽，不怕辣的朋友可以不用去籽，或者不用加辣椒也是可以的。然后将辣椒切断，姜切片，红萝卜切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因为红萝卜只是装饰用而已，厚度约这么厚就可以了，差不多两块红萝卜。泡好十分钟后，将梅干菜水滤干，
切梅干菜，将梅干菜切断，加入食用油，放入苦瓜，将苦瓜稍微煎一下，煎至表面上色即可。后将苦瓜盛起，然后加入姜片，过油再加入一点食用油。将姜片稍微炒一下，姜片爆后再加入干香菇，将干香菇稍微炒一下，把干香菇炒香。干香菇的香气炒出来，然后再加入辣椒，稍微炒一下，炒后再加入梅干菜，够油可以再加入一点油，将梅干菜炒香，梅干菜炒香后，加入刚刚煎好的苦瓜，将苦瓜和梅干菜稍加拌炒，拌炒一下后，加入红萝卜、豆轮，稍微拌炒一下，然后加入香菇水，还有水。
水尽量颠倒，苦瓜。水滚后加入八角，冰糖一大匙，酱油两匙半，甘素酯一小匙，命瓜一小匙，稍微搅拌一下，水滚后试一下味道，不够咸可以再加入一点酱油，然后再煮一下，试好味道后盖上锅盖，开小火焖20分钟。20分钟到后，打开锅盖，稍微搅拌一下。煮滚后关火，再焖个10分钟左右，让苦瓜入味。10分钟到后。打开锅盖。